大家好，我是强哥。大家好，我是温柔。欢迎你们收看我们的方舟圣人计划。嗯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。好嘞，我们又来玩方舟了啊！先回顾一下上一期的视频。上一期呢，强哥是在海底挖到了石油，然后呢，在线下我也是再次让咱们进入了工业时代。来看一下吧，我把烤箱做好了，咱们不缺肉吃了。柔姐快过来，来了。你看，你是不是老是肚子饿啊？啊，对。这有个烤箱，啊，有鱼肉。这里挖，这里面有悠悠。对，很多吃的，拿下来吃。我要拿一点放到身上。嗯，快拿吧。拿了。好了，然后吃一口。然后这边有化学实验桌。好吃，好吃。这个化学实验桌可以为我们提供火药，还有萤火粉，还有水泥的制作，可以制作得很快。哦、然后这边的话是起源的一个熔炉。哇，这现在我们就是工业时代了。对，用起源的精炼炉，咱们有很多铁。然后这个是机床，机床可以做发电机，可以做那个很多很多东西。然后我们在线下也是挖到了黑曜石跟水晶。这个是起源的工作台，起源的工作台可以做任何起源的那些氨啊、武器啊，还有这个毒箭。我们要找到有机聚合物，那个很简单的，等有时间我们去找。好，这边是铁匠台。铁匠台的话就不介绍了，走吧。我们这一期的话就可以安安心心的出去玩了，然后还可以给他吃一个这个追踪器。但是我的大红没有了。对，线下的话大红被那些三角龙给咬死了。我不知道三角龙为什么会主动攻击。对呀、啊，被路过的咬死了。你看我大红的尸体还在那里。啊、是的。那我这个我得给时间加速一下，不然的话这个是。这个雨天会很麻烦。人呢？我在这里啊。走了。你骑着丢丢吗？丢丢，我觉得你骑丢丢会很麻烦。骑丢丢吗、啊？那我走吧，那就骑丢丢吧。我们再一次去出去探险。我得把这个游戏声音开小一点，太大了。来了吗？我来了，我在游，丢丢游的比较慢。我那边有一束光哎。我们哦，前我看到前面有吉贝龙了。那吉贝龙多少级？300级。300级的吉贝龙，我们就不养了吧，等级太低了。我们要养800级以上的宠物啊，走吧。我养一些小的，给丢丢升一些级。好的。咱们就去前面把那些宠物。我觉得我需要一个轻巧的坐骑，要不然我们两个可笨拙了。你发现没有？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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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小心点哦，轻巧的坐骑没有轻巧的坐骑，等以后吧，以后发现什么就抓什么。我这个鱼多少级？830级的第二。我来帮你。帮我。顶他。这个它凉了，你帮我把前面那个 S 型的动物给杀一下好吗？啊，你先去，我等一下再来。我先杀一下这个小的双脊龙。我先帮柔姐把这个 S 型的动物先清一下，不然的话它会有点怕。好，杀掉了，杀掉了，快过来吧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这个双脊龙怎么办？哇，这个猪怎么这么厉害啊？哦，它有900多斤。好了，双脊龙，吉贝龙，吉贝龙干它呀！吉贝龙，又不是打不过它，8000滴血，咬8下就死了。冲啊！哎，它不过来了。哎，我发现一只毒河狸了，毒系的河狸。咬啊！咬它！哇，它凉了。啊、被我们两个这个小家伙，这什么东西这么强悍、
嗯，它好小。毒河狸，我发现是毒河狸了。哇，500级，我要用长矛去捅它。啊，晕了，两下就捅晕了。它吃果子。养到它了吗？养到它了吗？吃果子，你丢丢丢丢在哪呢？你在等我，在哪等我？在这里。我要丢丢先去拿点果子。我们还得杀一些那些精英龙，得一些什么秒训药什么的。哎，你给丢丢升升级呀、啊，加点攻击力，加点移速什么的。怎么给丢丢升级啊？你打开 IF 键，你骑在它身上 IF 键。我骑着 F。哦，就可以给它升级了。嗯，对的。哦，这东西好难养啊，它起来这么快啊。毒河狸，给它升级了吗？然后再升级，哇，它一下点了100多级。它一下升了100多级吧，应该是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我给他一直点耐力、食物、重量、伤害 ，nice， 他已经很强了。哇，前面有那个蜘蛛！哪里蜘蛛啊？大玉母蜘蛛是不是？开始就看到了，别拒绝他，打不过他。好。你有毒毛吗？我给你一根。毒毛我没有。必然捡。哦，这毒河狸，我们需要一个做一个河狸的鞍。这河狸也太难养了吧！吃一口驯服进度条才3.5，没有秒训药是做不成的。这样子咱们得先做秒训药才能训这个东西了。水晶、稀有花朵、蘑菇、毒剂100。哎，我们好像有哎。走吧，这个河狸我放弃了，我训不了它。走吧，我在给丢丢升级呢。走，你去前面把那个咬一下。算了，我们不去那边。你们要去哪边啊？我们靠着沼泽侧面走吧。走吧，我们进山吧，进山吧。你怕往山上走。好吧。好。我这山上好黑呀、啊、漆黑一片的。跟得上我吗？跟得上，跟得上。走啊！从山上走的话，你就应该就没有什么可怕的。我把这些树压掉。啥也看不见。对啊，就啥也看不见。你卡住我了，你打呀！退一点。啊！退一点，退一点，退一点。走走走，我们从悬崖边上走吧。过来了吗？走。哎，我啥也看不见，我走歪了。没走歪，往前走。没走歪啊。哟，你走错了哟。我走到哪里去了？看到我没有？在你后面。看到没有？哦，皮革厂来了。走走走走走。我们从这边下去吧。你卡着我了，你下去下去下去。啊！落下来了。啊！大蜘蛛还在这里，这往右边走，右边走。跟着我没有？跟着了，跟着了。走。小心点啊！我们这次带着很多装备出来的，千万不能死啊！哎，有一只火猴子，打败了。快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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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蜘蛛在就我后面。来了！完了！完了！快走啊！我要回家。快跑！快进山里！我跑掉了吗？我不知道。我跑掉了，你呢？我看到风神翼龙了，你在哪呢？我在山上，我刚刚跑到山上了。哦，在这里。我看到你了，走吧。
你这太笨拙了，太笨拙了。哎呦！走。往这边，往丛林里面走。来了没？来啊，我在跟着你呢。你走，别让我你别黏着我太紧了啊，也别跟着我太远了。过不去啊！哎，有什么小东西咬我，我看不到了。能过来吗？我要跟他打一架，竟然在咬我！我来帮你。他已经死了吧？差不多了。哎，还来！咬死了，一只双棘龙。走吧。这里太黑了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走了，哇！热带丛林冒险，快点！走啦！好了，我们到红树林了，我们穿过这片沼泽，直接往红树林方向走。啊！我看到那个前面有你咬它。我看到它了，我去咬它。这是鳄鱼，来啊，来一起打它。来了，怎么这么黑呀、啊？我调一下时间。啊，我这边是白天啊。哎，沼泽太黑了。那我们去绕过它吧。走走走走，赶紧走啊，赶紧走啊！哦，这什么龙啊？哎，凤爪龙。来了没，柔姐姐？来了，我在你后面跟着呢。走走走走，跟着我！我前面好大，它咬我了！走啊，快点！我来，咬的！我把它打死，把它打死！你把它打死了，快点！我不行了！它死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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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了！我刚刚就是说的是啊，它来了！没了，没了！哦，有一个东西咬我，没事没事，别的东西没关系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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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记得保护我啊，你不要自己就走了。走了，快点赶紧赶紧上上。还有一个，我又看到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直接走上上上，快点跟着上上上上，我的妈，快点快点快点，我看到毒翼龙了，我看到毒翼龙了，快点跟上我抓毒翼龙去。毒翼龙就在前面，你给我抓一个能飞的好不好？我不想在地上跑。完了完了、哎，我们被这个什么什么什么，我也被抓了。完了，是不是只能死了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好了。这这这咬我咬我要你咬我，真的是坏死了。我们等一下抓这只毒翼龙。看看这毒翼龙多少级？1400级。看一下，它下来了，它下来了，走走走走走，去抓它去。看见没有？天上有一只毒系的那个龙，看见没有？绿色的，跟着我啊！你下来，你下来，你下来啊！跟着我走啊！好，你确定没危险吗？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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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危险没危险，这里没危险，有危险我保护你。哪里啊？就在这里啊！我看到，在我这啊，喂大腿肉。你给他吃黑果子，黑色浆果。丢丢上面去拿黑色浆果，丢丢上面去拿黑色浆果。咱们一定要把它养起来。这个东西养起来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有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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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去吧，我再摘一点，我再摘一点。丢丢上面有很多，你不用摘了，你把丢丢取过来。丢丢在哪我都不知道。丢丢在上面啊，刚刚你在哪里来的，就哪里，就在哪里啊。哦，看到了。你把它取过来啊。你怕、啊、不是我把它取。你是不是怕？谁说我怕？我一点都不怕。你就是怕。我有什么好怕的？我都
把丢丢骑过来了。啊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。好，对了。然后你下来，你给他喂 黑色浆果。你给他喂，就是一秒钟摁一下 E， 一秒钟摁一下 E， 点着那个黑色浆果，一秒钟摁一下 E。对，一下一下的按。他在吃。对啊。他又不吃了。就是这样按 E。四七四六，那应该起来的很慢。我把鳄鱼骑过来。好。这次运气不错啊，让我们找到了毒翼龙。我一直摁它吗？对，一直摁。然后它就被我养了，对不对？你因为它眩晕值掉得很快，我们要让它无限的晕，眩晕着。黑色浆果有眩晕值的那个提升，所以我们用这个会好一点。黑色浆果可以让它增加眩晕。马上。831，啊，他还吃一口了，我看吃一口涨多少？哇，涨14%，这么低啊！你等我一下，你在这里看着这个毒翼龙啊，我去做一个。我就一直喂它黑色浆果，是吧？嗯，对。我要回去做一个东西，沼泽。我们养好它，然后给它配个鞍。nice， 我就可以飞了，我就不用在陆地上担惊受怕的了。是的，稀有花朵有没有啊？我看看。我等一下，要是没一直给它喂果子，它醒来了，它是不是就会咬我？它不会咬你，但是这个是和平怪，这个是和平怪。它很厉害吗？这个不厉，这个他很厉害，确实很厉害。哎呦，怎么弄不到黑色浆果？那以后我要骑个龙。骑个啥龙？这里面有龙吧？有啊。不是那种飞，我是说那种真正的飞龙在天的那种龙。哦哦，有，那有的。你需要骑几只？我需要骑一只我就够了，我毕竟是个新手。一只是吧？你需要一只，我到时候我就给你弄一只，但是需要100个麻醉剂。腐肉够了。好，我先回家一趟啊，你在这等我啊，我把东西做好就过来。我一直在这里喂果子吗？对啊，你就把我一个人扔在荒郊野外？没事，是跟皮克厂不是在这里吗？哎，我记得我之前看你玩不是可以传送吗？对，传送了，我就是传送了呀。我就是感觉到你救一下就走了。对呀，就是救一下就走了。腐肉加黑色浆果。腐肉我有了，黑色浆果我也有了，我要用他弄点黑色浆果。这里有2000多了。你先喂着，我这边再弄点。我们要做一个秒训药，不然的话这个翼龙太难训了。要做100个，我的天。蘑菇。够了，等我啊，小姐。他吃第二口没有？他吃了很多啊。好吧，我们两个说的不是一个东西。肉是吧？对呀、啊。肉现在还剩14块，你走的时候是多少块？走的时候我不知道。如果他吃了一块肉，证明他吃了一口。他一共要吃八口，八。那他不饿怎么办？7口，他会饿的，他一直会掉饱食度。
哎，够了，可以做了。那他应该目前没吃，我感觉。水晶，哎，做出来了。好了，柔姐姐不用担心了，他立马就可以起来了。我好像带了。我在一直在给他喂果子，没关系，我在守护他。老泽，毕竟以后他是我的坐骑嘛，对不对？他是你的坐骑吗？啊，好，他就是你的坐骑了。好了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立马就起来了，不用给他喂了，不用给他喂了，不用给他喂了。哦，他在吃肉了。啊、嗯，起来了。咦，再起一个名字。起个啥名字？我来起。你把我叼走了。走，我带你出去玩去，带你抓抓抓抓大家伙去。你想抓啥？我们看有没有飞龙啊。你看你敢不敢看地上？不敢。地上是不是特别多东西？嗯，我在看天。哎，飞龙看见没？在哪？哎，地上看见没？看见没？没看到啊，就在你前面，你看见没？那不是凤凰吗？那是凤凰，凤个鬼啊，那是喷火龙。哦，那是飞龙啊，你帮我养一个嘛。养不到，暂时养不到，暂时养不到啊！快跑！现在不能揪着我跑。哇，它这个颜色好漂亮啊，就像一块绿宝石一样的。要给它吃点白色浆果。好了，你想养一只什么虫？我们先养一只老鹰，想养一只老鹰吧，好吧。阿根廷巨鹰。哇，那下面好多飞龙啊！哪里？那不是飞龙，那是老鹰。哦。但是不过好像看到一条飞龙了，又是一条火系的飞龙。是飞龙啊，红色的。还有一头绿色的吧？啊，对，还有一头绿色的，绿色的是毒系的。哎呦，现在养不了，现在我们只能在远处观望一下。现在我们要抓毒系，抓那种毒系啊、冰系啊的那种龙，我们就能抓。哦。所以我们看有没有漂亮一点的龙，如果有漂亮一点的龙，我们就可以抓一只。火系的还抓不了，对吧？对，这里有个光柱，我们下去捡。哎，霸王龙看见没？我们要不要抓只霸王龙？我们还没霸王龙呢。啊，你下来吧，抓只霸王龙去。哎，你直接把我丢水里了，你这个人真的是。哦，冰系的霸王龙。哇，霸王龙好帅啊！冰系的霸王龙。快，可以抓它吗？它好漂亮，它是白色的。上啊，强哥。哦呦。看还差多少？你是不是要先帮忙他把别的干掉？他快晕了，给他吃点肉吧。哦，快晕了。哇，好大啊！会咬我吧？你小心点啊，他真的会咬你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！你，他在攻击我！我说了他会咬你啊！哎，晕了！冰系霸王龙，他晕了！哎，我被鱼咬了！完了！我要去哪里啊？强哥，我迷路了！你去哪里？你上岸呀！我都看到你了。救一下我！快救一下我！救我！我真的是醉了。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，讲的就是你，好不好？我去拿东西了。
什么都在我背包里面。给他吃点大腿肉。我们还要做秒训药啊。水里刚刚什么东西在咬我？鱼咬我吧。这还是吃鱼吧。400多级，不要了。生鱼在咬你。然后是哦，刚刚是食人鱼啊。火山，他在吃肉吗？不知道哎，他睡着了。看看啊，他在吃肉，7%。这个养的挺快的啊，不着急。这个是冰系的，冰系的霸王龙。好了，我先回去一趟。你骑在这个，你骑在这个毒翼龙上面，你别死掉了，飞在天空中。我在加点呢，我死不掉，我觉得。我上去看看。好了，我停一下，你小心点啊。回去一趟，我看还能不能做一批秒训药。咱们需要很多稀有花朵。哇，好卡啊！我看家里有没有稀有花朵。这个78瓶，100瓶够了。100瓶的话，我又能做一瓶了，应该是。缺稀有蘑菇，我去草泽弄点蘑菇，等一下啊。嗯，去吧。还要做一个冰系暴龙的安，然后咱们就能骑它了。够了吗？没有挖到蘑菇。挖到蘑菇了。这蘑菇其实很容易收集的。好了，回家。去你那边了，火山。我来了。人呢？我在天上飞。你在天上飞啊？好。准确的说是来在天上飘，不是在天上飞。好。暴龙要钱了。我怕别人咬我，然后我就在天上半空中飘着，他就咬不到我。你下来，你下来，我给这个翼龙吃个东西，吃个这个，好了，给他起个名字嘛，你给他起名字没有？我没有，忘记了，给他起个名字叫绿宝石，怎么样？哦，我们的暴龙钱了，随你啊，1000多级的。冰宝宝，我给这个起名字。这怎么起？改名啊，对着他按一。你好像不知道，确实。寒冰叫什么呢？冰雪龙王。还好霸王龙保护了我，要不然我又被偷袭了。然后这个我来骑吧。毒王，毒系，冰雪龙王，你给他起了叫冰雪龙王。毒系，飞，毒系，毒系。战斗机好 OK。 回家。他过来，快过来，他过来，小姐姐，他没有，我不能不管你了，快过来，快进来。我进来了吗？进来了。你吓死我了。咱们家好多宠物了哟。
好，我要给霸王龙做一个安。我要骑霸王龙了，但是还骑不了，咱才骑不了。霸王龙的安，把这个咬死，我把这个人，这个三角龙咬了。不许在我家附近，因为刚刚在我家附近把我的第一个宠物嘟嘟鸟都给我咬了。对，咱们家嘟嘟鸟都没了，被他们咬死了，可难受了。嘿，是的，就是你知道你知道小鸡吗？他一睁眼看到的人，他会有他就会觉得他那是他的妈妈。就是我来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养的宠物，我就莫名的一种亲切感，它就给我给咬死了。哦，你就是他妈是吧？啊，对。呼呼，它是叫呢。是啊。给我蹲下。咱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吧？跟你骑，骑上来。好了，感谢各位的观看，我们这一期的放招就到这里结束啦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，拜拜。